大家好，我是 ePrice 的 Eddie， 今天同大家试玩呢，就是这个 Lumia 920上面一个魔术滤镜叫 Smart Shoot 的功能的。这个功能呢，大家在圣诞影这个人像啦，或者平时影人像都很有用的。我们试一下先。好啦，因为我没 model 的关系呢，就用了昨天影的相去做示范的。我们首先对一对那个样啦，影几张，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四张，咁头先影咗几张啦，我哋可以拣一张我哋最中意嘅，咁就拣呢张啦。咁我哋就可以去做一个变更面孔或者清除物件嘅。我哋试一试呢个变更面孔先，咁佢就会 detect 到有两个面孔啦，有阿黄婉曼同埋阿岑丽香嘅样啦，咁就可以喺度 swap， 睇下你想要边个样啦。例如我中意呢个样嘅。咁剔咗佢，另外呢就有另一个功能，就係呢个清除物件嘅，咁揿落去，咁佢就自动揾有冇啲物件需要清除嘅。咁例如见到呢度有啲字喎，很硬喎，或者呢度有啲 ePrice 个 logo。头先同其他相有变动嘅，总之就系连拍几张，发觉如果有路人经过啊，有啲嘢去压咗啲位啊，佢都会自动 detect 到，之后清除嘅。咁对于呢个人多嘅灯饰位置呢，就呢个功能系几有用嘅。咁到最后啦，我哋 save 咗佢，咁张相就会完成噶啦。咁今日同大家试玩嘅就差唔多到此为止，咁就如果想睇更加多关于手机、相机同埋更加多嘅 IT 资讯嘅话呢，记得继续留意我哋 eprice.com.hk， 我系 eprice 嘅 Eddie， 多谢各位支持。